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，听听猴子感人的故事，我相信你们会为他的勇敢点个赞的。众所周知，猴群在迷你世界中，他们非常团结，永远都是群体行动。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他的身后有一根香蕉？其实这一根香蕉是为我们准备的。众所周知，猴群看到我们，他们就会比小心心，并且他们的孩子也非常喜欢我们。你们看，你靠近他们，他们会直勾勾地看着你。如果觉得孩子长得可爱，请点一个赞，并且当你饿的时候，你趴在地上，这个时候猴群会靠近你，把自己的香蕉送给你，让你吃完，并且在你吃的时候，他们会保护你。在评论区中扣出6361，你将会知道猴群为什么要保护我们。并且在夜晚，有没有发现，当野人进攻我们的时候，猴群也会跳出来和野人决战。小伙伴们，可以帮助我们的好朋友猴子点个赞吗？